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司机。那基本上要先推广一件事情，就是啊 ，Post Cup 有个共笔的传统啊，希望大家多多利用共笔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发现很多场次共笔都没有填资料，要怎么进入共笔呢？就是先去 Post Cup 的网站 postcup.org， 然后点进议程，然后点进你想要做共笔的那个议程之后，然后你就看到哎，这边有一个共笔的连结，然后你就点。那比较麻烦的是 HackMD 现在都需要大家注册，所以请大家有空就去注册一下。那然后你就可以点这个，然后开始做编辑这样子。就是我跟卡西，我们为了上一场做的共笔，有共笔的话，大家之后没有参加会看比较方就是比较知道这场在讲什么。好，那推广完共笔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要讲的东西。我今天要讲其实只有两页，所以应该一下子就下台了。就是首先跟大家讲，因为这是开源隐私议程嘛，大家有没有手机下 WiFi 还开着的？应该没有吧？有的话看一下，因为好，我昨天突然想到说，这边都是展台的聚会，展台去过摩斯公聊的应该蛮多，去过摩斯公聊就会打摩斯公聊的 WiFi 密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设了一个 MOSTW 的 Access Point， 然后就对 ，box 减 MOSA， 大家都知道密码是这个。然后呢，就开始收集，就两个人连上来了，然后在四处走到，就有四个人连上来了。那，对，因为这是传，就是很正常的热点分享，我没有做任何拦截的事情，对，我保证没有，我保证没有。对，所以就是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子，超危险的。然后呢，前一阵子有一篇贴文写说，哈哈，我的 SSID 只要把它设成这个。然后你的 Windows Defender 就会叫。对，现在大家 WiFi 有人有开用 Windows 10的吗？因为我现在的热点就是设成这个，应该不会再叫了吧？对，因为 Windows Defender 就把它 patch 掉了。如果说大家装 Windows Defender 有升级的话，应该是不会再叫了。那有叫的人就升级一下吧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。